变多，想说应该是特殊事件。啊，你死了算了啦。之术，方块变多了。刚才想说方块有破的要跟我们讲，没有破啊，就变多。变多啊，没破啊，变多了、啊，变多了，里面也多了一个人。这是什么特殊事件吗？怎么会？想说就买个食物，马上就下去就没了。八七八七，哇，他们还有那种线上版，哦，线上版，线上版 ，online 哦，按 T 啊，按 T 啊，上面有写，他写说有那个、啊、线上版可以。如果想常常玩此地图，此地图有线上版，有 IP 哦，他们有租伺服器吧？酷，那会排一场要一个多小时，太哎，问一下嘛，不一定啊，宝宝现在之后就不会啦，好啊，对啊，我们去金队，我就让他们来，那我们去 IP 上面玩。好，我们去金队。我去、啊，我去那个 IP 玩。哎呦，啊，下面创工会金队。我们这什么？明天就不会再上线。哎、欸，明天不会再上。啊，你怎么不要上去？要上去？这这是下面指令官方块的关系吧？对啊，那个敲掉就好了，不是吗？那我把它敲掉，我敲掉了。好，那、啊、可是巧克力好像，好巧克力选了，都有都有，不要走到蓝队哦，会死哦。哦，好，会回不来哦。不要走过去，也不要走到灰色哦，也会回不来哦。回不来、哦。赶快选技能吧，先选技能吧。技能，哦、对，选技能。你好开心哦。我要坐着。作者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作者真的很强，作者太强了，作者坏掉了。毕竟他金钱制造机也很猛哎、欸，对吧？钱用不完哎、欸，到后面钱真的超多。没有，全部钱都用光了。恶魔觉醒。嗯。到哪边？那边哦。不受缓速挖掘缓速状态效果。我没有感受到挖掘缓速哎、欸，我也没有感受到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挖完就很快，难道会更快吗？快还要再更快？还是你可以不用吗？那个一般要挖的就可以。嗯、哦，应该是没有人放那个吧？那个动物啊，啊，动物应该是养。所以那等一下我来养动物好了。动物有时间呢？很贵耶。动物是双方都可以使用吧？我记得是哎、欸啊，而且所以它是几秒而已，它是拿出来然后放在家里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丢地上。你要放地？你不玩过萨满吗？图腾效果，图腾效果，不玩过萨满？那我当图腾大师好了。图腾大师，哎、欸，巧克力踩到旁观者了！哇哇，笑他，笑他，笑他！为什么我明在天上飞？因为你经过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完蛋了。你要不要再重开一张啊？重开一张，反正 IP 一样。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方块被我们敲掉了。指令方块敲掉了啦。因为他站在这附近就会有效果。重开啦，重开啦，重开啦。我不知道直接加队伍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哎、欸。这当然不知道。重开啦，重开啦，重开啦。哎呦喂！你就重开很保险点。对啊。就是看。我还可以再盖一次苦力哈。我只是飞来飞去，大家走过去就回不来了。好好站着啊，远离区域。这就是所谓妈妈跟小朋友说不要乱走，因为他们没有接收到指令。不要乱走，怎么乱摸？不要乱走，也不可以乱摸。不要乱摸人家玻璃。然后下一下一秒，下一秒，下一秒就变成那个了。去查一下，去查一下。家长。恐龙家长，快去踩，快去踩！啊，摸一下怎么了？飞过上面啊，就摸一下而已。哎，我怎么经过没有？要摸这里，摸这里，摸上面啦。哦，所以其实下面打掉就好了。哦，底下好像是不让我效果吧？修复效果之类的。应该人家踩上来的意思。可我不知道他蹭到这个墙壁会不会就算了？蹭到会啊，就有蹭到也没有啊，蹭到没有，蹭到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好像有开白名单哎。有关了关了关了。哎，团团，你是不是？我忘记了。你是不是间谍？跳起来，跳高一点，高一点。跳多高啊？快手过来，
要跳高是不是？我帮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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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上来啊！怎样？哈基，你直接把腾腾顶上去哦。好可怕！ Oh, 我想说，可能哈基等下用个悬浮，然后超强，咻，要冲上天了，又喷上去，一飞冲天！哎，团团准备准备啊，团团，哎哎哎！啊天哦，天哪！没事，嘿嘿，因为我是创造模式。所以刚刚其实都是自导自演，谁不是创造模式啊？我不是开始几个夺得先机有没有？集资就超强。对，然后雄狮选进来，雄狮选进来。哦，对耶，起飞喽！先机哦，对啊，你是一堆绿宝石。我刚刚第一场就先机啊，然后捡两个绿宝石，马上。对啊，你的装就超夸张的。对啊。哦。我们刚刚在弄大附魔啊，所以反而就没有基础附魔装。嗯。应该先有一点基础。还没起来就先被打掉了。欢迎。直接被那个陨石砸飞，跟团团在中间很 OK， 嘣，哇，一炮松响。哎、欸，哈基你怎么？弓箭要那个吗？欸、对啊，哈基你怎么又旁观了？啊，我飞过去了，我过去，我过去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。欸、对，那这一场一样，那个弩不要吗？对，有，我有跟他们讲了。好好好好，我说这个拿出来就是被。大脚一踢哦，很可怕哦，拍拍哦，拍拍哦，一般的弓可以吗？一般的弓可以啊，这弩不行。OK OK， 弩作者刚刚有说他之后会改掉。那快速，就我们就算限制说有没有，你只能快速上前，你说不定他们其实耐久很高，有没有？偷偷就一直在那边叠啊，对啊，刚刚就可以叠啊，我刚刚就是快速三贯穿四，对啊，所以就禁止，就直接禁止，以后不能叠。我刚刚拿弓箭慢慢射，然后突然就过来，咻，我就死了，真的超爽，真的，我刚刚在射他，我就看到他们边走边射，边走边射，被坦坦射到死，问号，你知道吗？左命连环射，哎，我的天哪，技能都好了吗？好了，有那么多精神制造机。大家都想要金钱制造，大家都想要拿钱。自动火药很多吗？很多。他们说到后面就超这种无聊，钱花不完。出去钱会花不完。快八十的那个隐形药水吗？嗯，隐形药水要八十个火药，那我出去一趟回来刚好有八十个。我也用了，用了用了用了，太强了，可以。到后面打架身上三四组了。好吧，那我也换钱了，大家都洗钱好了。对啊，一起洗钱哦。那就来了。好，来了！为了苦力怕，包了苦力你去店中间。呀，我去买羊毛。好，被挤开了。哦，偷跑！哦，快，别偷跑！偷跑！那我浓多一点好了。耶哦！哇，你买这个羊毛，你好帅啊！早该买这个了，赶快去！刚刚我们速度会那么快，都是这样子啊。嗯，就有一个人去买，然后找不到方向。再走，继续走。可以了，走。而且为什么小雨一开场就直接在那边劈我们的苦力趴，很可爱。对啊，你让全世界人都看到你很丢脸呢。哇，超像！我想说，为什么他都不会痛啊？他们要来了，有拿到四颗钻石了。还有蚊子，还是有蚊子，小蚊子。那我放作者出来了，好，绿宝石我都拿了。作者啊，我是作者，作者凶啊，放作者打你哦，作者凶啊。你过来！夺得先机！蚊子！气死我了！蚊子等下就不见了，蚊子二十秒，蚊子二十秒就不见了。我被蚊子打到一颗星啊！可以先拆掉前面。哎，我讲到这个，我感觉穿铁装不怎么防御吗？防御到哎。我是有附魔才。不是，前期跟哈基裸装互干，我干输他。有可能他自己干吗？我是钻剑啊，可是我也是钻剑啊。没有，有可能他自己很会哦。你在酷酷那个嘛，他可能很会，很会啊，太强了，太很会呢，很会呢。哪里学的啊？很会盖呢。这个先不用赌吧，不好说。
反团教的好，斗剑。哦。哎哎，有人蜻蜓铁吗？哎，太逗了！瞬间哒啦啦啦啦！吓到！我的帽子要小心买哦，这个很可怕的哦。七个。我刚刚买了十几个啊，太多啦，又不小心按到全部按下去哦。这个很有感哦。跟我结婚就分你啊，哇！中间有人，中间有人，中间有人，需要支援。哦，这个又是要找人结婚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上次跟二零结婚的那个啊。对啊，不是，他是跟二零那个小屋的那一位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再上一次见面是跟我结婚的那个嘛。哎，不要抖来抖去，被挤出去了啦。很抖很抖，看来你让你抖让你抖，来来来，冷静冷静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样都不会出去了。抖起来，给你抖，再抖啊，快抖，抖起来，有人觉醒了，有人觉醒了，我觉醒了，恶魔觉醒，恶魔觉醒，等下家里回不去啊，你要回来抖了吗？西瓜头，西瓜头是吧？西瓜头啊。好气哦！哎，那先不用补吧，前面不用补吧，没有人会先过来这边吧？回家很累、啊，回家很累啦，体谅一下回家的人。坐着在干嘛？在外面打拼很累。你可以拆一个用蹲的进来就好。哦，对呢。你打自己的坐着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欺负他？坐着想哭，不可不可。他跳高。来给你防好几颗，我走。好，我去中间。那要去中间了，中间好多人，想一下哦。OK， 我要买破窗效应，再破窗，终于有时间可以想东西了。等他破自己家里的窗，对啊，他听到我们刚刚想做的事情，提前跳成就啊，对啊，提前跳成就，先把成就跳出来。哎，大家一起破窗吧！我们都挡住了，正式放箱子喽。哎，不是你。那我要破窗效应了、他们有人穿黄金装也帅哦。混搭混搭混搭风混搭风，就见等级方块使自身暂时飞禽且无敌。欸，黄金装欸，羊毛好啊，多很潮欸，可以羊毛烟埋的，这也太屌了吧。哇，你们直接绕后绕进去。哎、欸，你很哇，你很坏，西瓜头，这么气啊，这么气啊，这么气，拜，气死这个，感觉可以附一些击退的武器啊，哇、你哇，我应该选暴君的，他们一直来，我一直杀，不可以一直点血量了，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他招招招，他没水准，他没水准，偷招作者。打打团团，打打打打打打，两边两边要团团下去了。No 团团 ，No 啊！你叫我还叫团团，爆头了爆头了！哦，金苹果金苹果，哎呦走！哎呦，我这边盖好一点。杀进去杀进去，上耶！我怎么了？挖开了挖开了挖开了！哎呦，一起上一起上！我、这血很多，调血很多的。哦，等下有人来，小杰，你有经验品吗？小作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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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自己先。好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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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差一等。我打，你保护我。好，哇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哇，啊，我死。很多人在打我，很多人在打我。哇，太雷了吧！这雷有点夸张啊。哇，太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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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雷了啦！哎、欸，是不是差一点啊？差一点，欸、那个苦力怕也被雷死了，是不是？哈？哦，差一点点，没有，已经死了吧？可是没跳那个啊，没跳新的啊，所以我刚刚没看到那个苦力怕了。这该不会是 bug 吧 ？bug 被雷死了，我退出来，我退出来了。哇，直接苦力怕被雷死吗？雷死怎么办啊？对啊，这样怎么办啊？啊本机怎么办啊？见嘞、欸，真的不见了吗？没看到了。我去闪电苦力怕哦，可是他也是，是不是？可是他也是有那个吧？赢定了，没显示了，真的不见了，消失了。所以他第二座塔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苦力怕没了，哇，消失了。哦 ，sorry， bug，
bug 被玩出 bug 发生几率很低耶、欸，现在太低了吧？那个作者有说等他指令，好好好，赢定了嘛，赢定了，赢定了。你作者，我有看到等你指令。欸、我要作者投入哎、欸，家里有一个人哦，家里。我在处理，我在处理。谁、欸？没事。耶、yeah, ，我有作者投。我待在那里面疯狂有雷电啊！我们在外面一直放雷啊！一直被雷。对，狂被雷。还有我刚有金苹果。雷嘛。他们也只能趁现在笑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门禁旁边，门禁旁边啊！有圣雷，我旁边。星光头，没事。啊，我觉得这个金苹果要多、哦。走开！哇，那个雷哦，不得了、哦，连续雷呀、啊，狂雷、哦，想试试看这。